球拍排光小，稳定性强，然后中管偏细，弹性也足够。中管染它的弹性好，所以它的传导也特别明显，所以不管你在做任何球路的时候，你的手腕轻轻的施力，中管都能够带动到拍面，帮你想要的球打到你想要的位置。小平头的设计对于击球点很稳定的选手来说是非常有功效的，它的击球点稳，传导的功效能够更快的发挥。好，流槽设计那可能针对于突击的部分，或者说你要快速加压的部分，都能有很明显的降低风阻的效果。其实我在做杀球的时候，其实还蛮力道也蛮强的，然后挥拍速度也都蛮快的。不管在做突击或是有扣杀功用的部分，都能有明显的威力产生。拍，因为它的拍头小，我比较推荐适合中高型阶型的选手。我还蛮推荐给初阶的朋友，他初阶的朋友他在后场击球，他其实是有很容易会对不到球点。那他是小平头的设计，那他的填区也会加大。稳定性够的选手球友，我希望他去使用这支球拍尝试看看。我推荐 Bony Infinity 第二代。